自己吃自己的，谁给换这个馅儿？一吃饭你给我俩整事儿是不是啊？妈，你儿媳妇不让我吃饭，竟敢欺负我儿子！吃饭儿子，妈，你是不是偏心眼了呀？啊，我吃啥呀？你等着吧。还是亲妈像个你。哎，别过馅儿啊！好你个老六，你等着。真香啊！馒头你也别吃了。哎呀，好吃的来了！哎呀，好吃的呀！哎，我看呢，你踩叶子呀？哎，等会儿，你别，你吃。这下我就放心了。原来婆婆还留了一手。哦，这你别笑。啊，真香啊！这面条拌辣酱可真好吃啊！要不然一会儿我给你留点辣酱，蘸点菜叶子吃啊！我谢谢你，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！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瘦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可以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的香菇辣酱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块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再盖上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就有那家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嗯，今天这饭吃的不错呀，那撑住了。你撑住了，该我吃了吧？嗯、哎呀，那你哪来的烧鸡呀？自己飞的呗。我吃。你是猪啊？你啥都想吃啊？我、啊。嗯，有人。杀。这菜你吃不吃啊？我不吃，我也不吃。这可不是我吃独食啊，这是你们自己不吃的。瞅你那贱样！你别闹！来，媳妇儿，鸡蛋给你吃。哎，我不吃，我也不吃。哇！这可是你们不吃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实在是看不过去了。儿子，你那饺子够吃吗？妈，你要说够，好像也不太够。那我列给你吧。哦，老公，我这份饺子也给你了。你别笑。这么好？嗯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都吃了吧。今天有口福了。儿媳妇，我去给你整点好吃的去。行，有好吃的也是给我的，我这妈的宝贝儿子。你可是真不要个脸。儿媳妇，好吃的来了呀！别动，我看他呀，喝菜叶子呀，你快吃吧。妈，菜叶子咋吃啊？菜叶咋不能吃呢？妈，你别跟他俩废话，去给我拿点水去，我渴了。婆婆到底是咋回事啊？
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饺子蘸辣酱真香啊！要不然你拿你的菠菜叶子蘸辣酱吃试试啊？你就不能像个人似的啊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，平均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的香菇辣酱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块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次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姐们抓紧去拍吧。水来了。嗯。你瞅我干啥呀？吃啊你。来吃。吃啊。哎媳妇儿，你扒拉扒拉下来。好热好热。呀妈，你真给他准备好吃的了，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。你瞎了一点。哎呦我的妈。媳妇今天回娘家了，我给自己安排点好吃的。嗯呀，辣酱忘拿了。好小子，趁我不再想吃独食。你别笑。呀，筷子呢？我记得我拿筷子了。哎，这记性。小样的，今天我就给你点教训，让你知道吃独食的后果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红烧肉蘸辣酱也太香了吧！吃饺子蘸辣酱也是嘎嘎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双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给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的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啊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饭的盖上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姐们抓紧去拍吧。吃饱了，我得先撤了，筷子可不能被发现。这个家我啥也找不着，这个筷子还搁哪儿藏呀？我红烧肉呢？我鸡蛋呢？我饺子呢？谁给我吃了呀？谁呀？这是干啥呀？吓我一跳。我没在家，你被我吃这口吃的。我还没来得及吃呢，我也不知道谁给我吃了呀。这是，哎呦我的妈，我这